但是我看那边江边那儿，可能是老头老太太早上起来遛弯跳舞的地方，所以那些地方肯定好吃。走，看这河北刀真假厨子说，四川绵阳俩人早饭吃米线，14。收拾得真干净。来吃汤吧，牛肉的肥肠呢，豌豆海带米粉，他们说这边的米粉加海带的才是正宗的，那我就来个一两肥肠粉，一两7块，二两8块，点两点都点一两，这不很蠢吗？那给你点二两。那你呢？我要一两。不行，那我也一两。我接受程序小面的教训。这大姐出来看看你，就不知道，肥肠粉7块。一两7块啊，二两8块，笋的米粉，哦，一样也是7块，一两，肥肠，那种四川辣卤的味道，肥肠有个9分烂，哇、哦，真的有海带，真的有海带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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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说有海带的才正宗，我先尝一口啊，哦，口感绵，韧性很好，软软，但是它很有韧性。哇，它这个酱香红油的味儿太冲了，豌豆海带，嚯，这海带煮的非常非常的软烂，辣味儿其实挺足的，就是酱香红油还掺杂着一种很浓重的那种香料味道，不加醋吃的有点腻，而且14块钱，14块钱还总结啥呀，就一碗粉儿，我这碗肥肠呢味道非常厚重，酱香红油微微带有小小的麻辣，然后粉儿软很有韧性，它也是不赶紧吃会长大的啊，他吃的那个笋子的看着很清淡，他说也不清淡，走啊，逛菜市场呀、啊。